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。Hello， 开始了。对，开始了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我们千玺生日会的后台直播。对。这位，对，今天的寿星要说点什么？就谢谢祝福，生日很快乐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干嘛呀、我想小主持人后台直播嘛，就是各种串门啊。后台这么空。那么现在我们就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好吧，走着找我们的主持人杨洋哥哥。在哪里？寿星呢？哎，寿星、你不去啊？你不去啊？那你不去啊？拜拜拜。就是我们辛苦的舞蹈老师们，还有我们的千玺寿星。啊，我要这边，我也要这边。祝你生日！哇，好假呀！才能让现在不那么尴尬呢。接下来呢，小凯是不是说两句呢？每个人能不能？好，每个人说两句对千玺的祝福吧。好，那么先让千玺对自己祝福一下。越长越帅就好了。好，接着呢，让我们胡老师。希望千玺16岁以后越来越省心，走点越来越听话。你走点心，你走点心。我真的。希望千玺生日快乐！你看我们虎哥，你看我们虎哥多帅，还有多好多肉的。别闹了，哥。好。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呢，就给千玺单独做一个生日采访。这房间也够冷的。然后这房间其实很清静，那么我们就像上次一样吧，好吧。哥，您给竖过来，差不多。一般这种美女都是竖屏。你坐那边去，看我脸。换了。啊！你看上次我们直播的时候都还没穿羽绒服呢。对，太冷，好冷最近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就问千玺第一个问题：千玺今天生日，然后有没有粉丝对你起的外号比较喜欢呢？起的外号啊，对，外号啊，就粉丝叫什么外号呢？都很喜欢，都不错，都没问题。嗯，然后呢，我想个问题来问千玺。我们看看大家问题。我这哪看到，太快了吧。一直卡，哇，看不见，太多了。问一个，千玺，你有没有想对17岁的自己说的什么话呢？就是对自己未来期望。17岁，对，16岁，明年16岁，对啊，16岁，不是16岁逛是不是17岁了、这红包取消。就希望你希望长高，然后变帅，然后技能都能就是打老实一点。那我看有个粉丝问千玺今天穿秋裤了吗？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啊，我给你，要我给你找一下吗？肯定找不到了。我先看，哇，你厉害。我先来的时候穿了，但我现在没穿，因为我现在穿的是演出服。演出服为什么就不能穿秋裤、很肿啊，哥。好，然后千玺冷吗？你这个问题好冷，很走心的问题。我现在咱们仨都穿羽绒服呢，不冷。对，然后想想。好，现在有个要求啊，千玺讲个笑话。这样吗？讲个笑话。对，冷笑话暖场。冷笑话暖场。我最近冷笑话库空了。想不到。
那我们就冷场好不好？冷场，假人挑战，三二一。好突然啊！哎，重来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三二一，我们都是木头人，不许说话，不许动，谁动谁就是猪。对，后面怎么个情况？好嗨啊！你在干嘛、啊？你完了，你完了。刚才我们看你们气氛太干，想把强哥举起来拖过去，结果这条大鲤鱼不太配合。像那个什么《火影》里面的乌鸦。啊！后面还有句号。对。嗯。然后再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，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，你要回答一下吗？什么问题？请问易烊千玺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娶她？什么时候？准备什么时候娶她？你也是神经病，你挑这种问题吧？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哎，千玺，那你今天有没有收什么好玩的生日礼物？我今年啊，我今天才第一天。哦，对，我可以讲我们两个发红包的段子。对啊，我们其实微信没怎么说话，然后上面的聊天记录还是上一次他过生日我发了200红包，然后今天他又给返回来了，不等于没发吗？这些特效好帅，什么特效？刚蹦出来一个千玺生日快乐，你说这是做的吗？只有一会儿表演的音乐，剧透了。哑了，胡老师你也来直播，胡老师。你们会玩那么开心干嘛？一块玩啊。就是嘛，快，胡老师过来。嗨，胡哥。就是递，递个热水，递个水杯。你说这么大事儿。他俩不来。胡老师他近期想飙个嘿嘿飙个高音，胡老师为了今天庆你生日你飙个高音好吧？对，这个很辛苦的。你们三个唱离歌不是唱特别好吗？哎，你说我们全体唱首歌，我们来唱首歌吧。好，唱首歌，来我们唱一首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精忠报，是什么精忠报？不，没带红缨枪，不好意思。不是那个怎么唱来着，什么哦，叫马蹄升起，马蹄南去。然后那我们一起来唱吧。啊，好。来，我们摆个角度，我们所有的框架的。你把拿。生日快乐！猜我们不是唱生日歌，唱个精忠报国。来，我们大家起来。打一套舞式。大家起来。三二一。马蹄升起，人被亡，人被亡，潮起了真飞扬。马蹄声祝福开疆，堂堂中国要四方来和。我们在干嘛？这个别的房间拿药过来了。这个要求我们满足一下。挺嗨的。那么千玺今天生日有什么想要的想要完成的一些东西，可以叫我们现场所有人配合一下。对，这是一个好的创意。对，今天千玺生日，千玺最大。我现在想完成的，嗯，然后上厕所。走吧，我帮你直播，走。我帮你直播。遇到了看问题看不清楚的时候。别闹钟，还有两分钟，让你们坚持一下。哦，还有两分钟，两分钟，再唱一首歌就好了嘛，两分钟。再唱一首。再唱一个，就平时保留歌曲什么？离歌。离。我们来唱千玺新歌好不好？那什么，我新歌我词还没背下来。是胡老师，你词还没背下来？不行，这词。是啊，胖虎你不行啊。就是胡老师，你词还没背下来。是啊，我对不下词不行啊。胡老师你不行啊。我给你搜出来，行，我给你搜出来。不是，时间不够了。2分钟，可以，还有一分半，可以的。那我们让胡老师唱一首能表达对千玺心情的歌吧。对千玺心情的歌。嗯。呀啦哈嗦。
来了，你说说，哎，谁来了？哎，男的来现场了。啊，大家一起啊！我一个人，我还不是很熟。好，大家一起唱。来，千玺，你来接。那我伴舞好不好啊？你到这边了。快快快，胡老师表演一个，胡老师。胡老师表演。孤单是你说。我们曾经爱过，刚才为什么弹得那么好？后台直播变成 KTV 了。还在寻找什么？是否已丢失太多？这里每一个答案都不是为何我。我觉得这首歌你不太熟，对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对啊，你怎么不怂呢？太新了，太新了。那这样吧，我来一首《天高地厚》。哎，对啊，这首歌来结束好吗？就拿手。来，不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唱？不是我们三个人都来吗？我们想一想。最高都多寂寞，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我们说过，不管天高地厚。一个智障。最美丽的那一刻。当当当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刚刚被我打在最后。你的嗓子很重要，别乱报废，我就把我的报废就算了。好，两分钟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好好，差不多了呢，咱们这次千玺后台生日会直播呢就完了。拜大家拜拜。别关。拜拜。